家人们看我在哪，我在人家的房顶上。哇，就这个101过来，你想找个下路啊，就是露营的地方，哪怕就路边你都没有。这个确实，哎呀，这101国道这个确实有点，哎，没法说啊。看这家已经废弃了，他们家的房子已经塌了。哎，咱得小心一点啊，那这院里全是杂草。哎，那果全掉地下了啊，挺好的果，真好。算了，赶紧扎营吧，好不容易从这找个地方能下来，就这块能下来。哎呀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这样，就在这扎呀，在这扎营。然后咱们开始做饭啊，做饭，然后今天咱们看吃啥、啊。今天是羊头跟羊蹄儿啊，咱们自己炖的啊。这个羊头太大了，知道吗？这个羊头跟羊蹄儿总共全加下来是74米啊，74米。这大哥让我给他整急眼了，这羊头他给劈两半，后来我让劈四半，我说也煮不开，让他劈8半，这大哥就急眼了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徒步的，我确实没弄大车，大哥理解了，给劈开了啊。那咱们炖，他今天肯定是炖不完，知道吗？得分两次来吧，开始。你们天天问巴特吃啥，今天这买的鸡腿买贵了是吧？但够他2天的，一天他得10多块的标准吧？看看他小狗牌漂亮吧？这是仙人掌功夫给买的。哎，你干啥？啊？干嘛？啊？干嘛？我看你狗牌你呕啊，你咋还要咬我呢？不能惯他这臭毛病啊，咱们赶紧做饭吧，天黑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这就得分两次做，你看了吗？这是2个蹄儿，这么大两块，你看还剩那么多呢，你这根本下次还得分两次做。哎呀，太多了，74米太值了啊。要怎么说，大哥挺不乐意卖给我的呢，知道吗？那个大姐好像说错了是怎么的，不卖没办法了。煮吧，放点姜，没有葱啊，放点料酒。咱们做这个羊蹄儿还有羊头，上次我做的特别好吃啊，不要跟他们那个一些个蒙古族学啊。我别看我也是蒙古族，但是吧，就是清水煮，你煮羊头羊蹄儿的不是那个味儿啊。咱们该放佐料放佐料，看我啊，还是放的姜，放的那个就是黄豆酱，然后放的就是料酒，放的酱油啊，还是这么做出来味道香。等到要是正常那么就找清水煮羊头，还有那羊蹄找清水煮是有味儿的。咱们再给它放一罐啤酒来。我今天晚住这个地方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。住在哪了？住在人家房顶上了，看到吗？在人家房顶上住啊，实在没治，这个101没有下路。一路都是这种，就是栏杆拦着，没有往下去了路，这是实在没办法。今天小羊头安排上啊，看看这个羊头是多少钱呢？是9块钱一斤，它是羊头还有4个羊蹄是一起的啊，你要买就得一起买，然后是9块钱一斤，反正总共74块钱呢，还行啊，得分3次。今天晚上又你看这打车又这么多。说明天有雨啊，咱看看，明天有雨我就不走了，真不能走，有雨这浇湿了没办法。看他这个院子好久树上全是果。哎，羊蹄羊头先炖着啊，炖着咱们还有点下酒菜，小有点花生米，咱们捞个一个啊。今天咱整这个，还有那个谁阿勇给带那个60度那个两口就蒙，捞一个离大湖市还有80多公里啊，咱不着急，因为咱们那个号还3天解封，解封完之后咱们得是吧，从大湖市这块走的时候得做直播，所以吧咱们先别着急，等它解封之后，明天要有雨我都不走了。这小地方你看，从一家房顶上住，你这你们住过吗？